八条条款，是你按照饲养这放置以后，甲醛，可以甲醛这些锁扣，这些夹具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可以调动，适用不同饲养的大小。先接入气管，调节气压大小，顺时针旋转。这一个气缸夹，气缸是用来按压微波炉门的门锁开关，我们调节电压。先试一下插座，插头插上电。微波炉门只能打开这么大角度以后，在触摸屏显示的角度设置进去，然后关上。接着要求开门的频率在6次每分钟和12次每分钟，这是差不多完成的。下开门的时候，我们要将设备倒转过来90度，就像这样安装好。试验我们用现在是用左开门的模拟下开门，我们来运行一下。